Vas-y. On va le suivre vers la gueule. Mais je parle avant la voiture.你手好討厭手掌，唔玩㗎喇。對戰士大隻真擊都可以嘅，加佢有八部重戰士嘅，唔知你玩咩流派，排都可以。咁換到桑南龍梗係唔係最開心㗎啦？起手見到三一五都～ 幾麻煩嘅，變咗呢一樣。你個牌組偏向嘅唔係話好多大牌嘅，盡量以大人嘅牌為主。係啊，唔想用大隻神擊，大隻就冇意思。狼騎兵，咁呢下佢俾我壓力都幾大。 咁我就係要解㗎啦，呢個三一嘅話，但係睇下抽到咩圖騰先啦。一一圖騰嘅係要出㗎，如果唔係再食落去又五點傷害，對我嚟講係十分之不利。仲唔翻工？ 呢排個個都玩大大力，可以選擇出物件魔杖，或者 trade 嘅話會 trade 得好啲，要沉默噶啦，盡量啦，盡解啦，因為好難搞嘅。如果你當你打落去一路食，因為散滿真係冇補血嘅機制，因為我冇擺補血牌。 擺擺落去嘅反而覺得加咁分入，因為擺三三個議會先知，三點血啦，唔係唔得嘅。嗯，儘量要守啊，守到後期可能會好啲。青蛙都要變，其實我而家分15點，其實真係抽唔到阿古斯，抽唔到野性之紋，好難去同佢抗衡。 我一路係咁打臉，真係痛啊！而家呢度呢度係講緊7點加4點，哇！真係幾好，俾人打殘。咁你話點搞？出隻土元素都俾人解啊，盡吹啦！因為冇辦法揀。 得翻4點血，其實玩完你鋪，GG啊！玩得不錯，GG啊！好順啊！呢排，冇嘢好講啊！呢個真係，咁我可以做啲乜？做一個圖騰，我玩完啦。 犯错了，这场以后我必碾碎你。好神啊！你睇下五花佢嗰啲牌，啱啱有弹嘅时候，佢都可以出到斗牛咁，冇嘢讲啦。